怎么办？我们要走哪条路啊？袋子不要吵，都是因为你慢吞吞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把小鸡跟丢呢？你听到了吗？我当然听到了，那是鸡的叫声。笨蛋，也听就知道是熊大鸡从那边冲过来的，我们追上去。幸好跑得快，跑了这么远，应该不会追来了吧？你没有发现熊大鸡不见了吗？对哦，小龙，姐姐，等等我。他来了，刚刚有可怕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真的很可怕。鸡下鸡没药医呀。好了，都到齐了，继续走吧。又走。不好，手电筒没电了。哦，那怎么办？<笑>好在我这还有一个。现在一个都没了。现在只能休息一下了。你们看呢？那只鸟会发光。什么鸟啊？我来查查看。这应该是生活在150万年前的小鸟。小鸟，来来来，活了150万年，这是最长命的老鸟了吧？我是说，它应该灭绝150万年了。但它应该成化石了呀。可能是地心独特的环境让它活下来了。你有这么厉害呀？你生气了？好像真的生气了。你想干嘛？可恶的小鸟，不要跑！我要把你变成真正的鸟化石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跟着他们，或许有出路。这是史前恐龙世界，我先下去看看。丁丁，熊大鸡师傅，下来吧。我来啦。等等我呀。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次做什么鸡呢？先抓住它再说。火鼠狼，嘿！想跑，追！别跑！熊大鸡，我们在这儿！我们错过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追！站住！你去抓熊大
击。哦，我就追其余的两只。嘿，熊大鸡，救命啊！救命！胖乎乎啊，休息一下再跑好不好啊？好。哎，小龙，你来了。嗯。哎，快跑！可恶的熊大鸡，居然敢骗我！给我出来！嗯，谢谢你了，大鸡蛋。嗯，我要走了，以后多保重。嘿嘿嘿嘿。嗯？嗯？哦？哦？啊！别过来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嗯？我当妈妈了！你猜我在哪儿？嗯？我在这儿呢！鸡丁，你们来了。他是谁呀？这是我的孩子。这是一头霸王龙啊，是南极印尼。我们得把它送回去。可是它这么小。可它是只霸王龙。现金准备好了吗？一切 OK。好，现在行动。哼，你们要是不接纳他，那我就跟他一起走。哼！真是两个没有爱心的家伙！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成功了！熊大鸡也该你了！黄鼠狼！助手就擒吧！谁还能来救你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再救我！好姑姑，你这个无耻之徒！走，咱们先把它变成烤鸡，一会儿再处理那两个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呀，喂！那个小鬼想干什么呀？快放开我呀！放开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只是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大鸡哥，让你的孩子放开我吧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！你可真棒！那当然，他可是我的孩子。此仇不报非君子，胖乎乎，咱们和他们拼了！冲啊！老鼠狼，小鸡们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瘦高高也不是好惹的。
龙找到妈妈了。好感人呐、啊！哎呀！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这可别眨眼睛，热气球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